调理脾胃，虚单举，呼气。而比早上起来带我做发散剂，现在已经到了做发散剂的年纪了吗？但我觉得实践证明，好像发散剂孕妇可做。出汗了，出汗。阿比回家的第二天早上7点多，我的肚子就开始宫缩，我就以为我要去医院了。缩到了10点多，2个多小时以后，它就不缩了。本来医生说如果频率越来越快的话就要去医院了，我还以为爸比屁股没暖热就要跟我去医院去月子中心了，看来可能还能待两天。我们去收菜吧，趁天亮。晚上我们把它吃掉。发小和菜是配套的。和椅子和凳子也是配套的。你看这么大一颗，这应该是属于最大的一颗了吧。对呀、啊、今天有菜吃了，在绿叶丛中十分富有。都留着本来要给安娜吃的，现在招待你。就挑叶子大的，其实现在可能没有几个大的。嗯，它就长不大了吗？那可能就是太密了，还是大的把小的阳光给遮住了，它就长不大。嗯，你就挑大的粗的剪掉。剪了还会长吗？不会了、嗯、这个就是这么残酷。这样的话差不多今天晚上能炒一盘，把头都剪了就行。啥、啊、就是理发。理发，嗯，你就是理发，是吧？嗯，就咔咔咔剪就行。今天炒空心菜苗，理发师，护理老师来了。后面的我留了一片叶子。今天有菜吃了，好富有的感觉。嗯，哎呀，踩我一脚！哎呀，有虫子，我好像摸到了虫子。那看看你喜欢哪个菜？洗菜。你喜欢这个啊？洗菜是吧？这两个吧。啊，有虫子啊！我害怕。有虫子不是很正常吗？啊，我不吃了。啊，不行。嗯，我害怕。今天晚上还能吃吗？行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劲。天哪，我看到那些虫子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哦，这个叶子背面都是虫，我要去找人求助了。爸爸给你引算，闭上眼睛，阿南，闭上眼睛。啊，挺好看的嘛，你给妈妈看看。你把我们剪成一个西瓜盖了，这个造型。啊，你知道剪完头发要配发胶。啊，头发不会戳到眼睛了，你看。剪成了一个地主家的傻儿子。噔噔，哎，噔噔噔噔。猫咪啊、还有什么？弹琴啊，这不是弹琴的。我告诉你，这里面有什么啊？好多东西啊！吹风机。还想跟妈妈呢，谢谢宝贝。啊、哦，好香好香。香啊，出出口。看给我。啊，那我教你狗。哦，你会啊？你会涂口红喽？嗯。我涂口红。啥都会。啥都会了。哦，这是指甲油。这就是你的小小化妆台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小发卡，给你墙上。哎呀，好漂亮！好漂亮啊！我是你喜不喜欢我？那你有没有抱我一下？没关系，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，好吗？我们会陪你，一直陪着你一起玩，好吗？好呀，好呀。哇哦。
自己种的金毛菜炒出来了，看着还挺好。但是这个含空心菜，我宣布一下，我不吃了。长虫说明啥呢？说明是有机的，而且增加蛋白质。都还没嚼呢，就表情就出来了，太假了。怎么样？很好吃啊！我也想吃一口尝尝了。吃啊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说实话，我真的觉得比外面的空心菜好吃，因为它很嫩，就没长多大，我就被我给扼杀在摇篮里。尝尝，今天吃的秋葵也是爸比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，我们都没有秋葵吃。人肉快递。嗯，好好吃，好久没有吃到秋葵了，过年了这两天，过年了。Tomorrow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结婚两周年的伙食：灵魂牛腩和灵魂泡面。怎么好吃啊？嗯，嗯，好吃。这叫什么？灵魂方便面，加点番茄牛肉，绝了！我的泡面和我妈的牛肉。嗯嗯，可以。这种意大利面的感觉。